请过去。 那天为什么拉我手抢我包袱？恩将仇报，就你还不知道？没有草德诗书的英雄，不能睡在这里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走。 认真一点好不好？你看，为什么我的肩上有这图案啊？我不管，总之不准你猜到它。为什么？如果我这次通不过考试，那就当做留念吧。如果呢，有人接受了我画的蝴蝶。 那么是不是也代表他接受了我？哎呦，你们很烦呢。认真。小师弟，你受伤了，没受伤。 你什么时候又懂我了一只蝴蝶啊？蝴蝶本来是一双一对的，如果我明天考试不合格，不能留下来，生一只蝴蝶会很寂寞的。你要答应我，无论明天怎样，你都不可以猜到它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好吗？一直梦到这个地方。 有一个女孩在前面等我，当我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好熟悉。一直在梦里面，看不清楚的那个人，原来是你。我们欠他的恩情，我没有恩情来回报，但你绝对不能用我的爱情。 Thank you.